我喜欢一个女的。中国的，缅甸的。缅甸的。但是我不好意思说。我跟你讲，啊，要大声的告诉他，你一个人心里面知道没用的。我害怕的，他不会喜欢我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好意思给他说。不试一下吗？试一下我不行，你要不要你先送我？那你把这些货便宜卖给我，我明天去给你们送门。可以。这个是他今天的新货，姐姐买给你们看一下。上面的话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颗洋芋色大单面镶嵌的这种手链，颜色非常好。小孩，你要是把这个卖给我，明天100%的去找他。好，可以。我去帮你量一量。可以，可以。底子特别的干净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你看看，尺寸的话在一个卡五加左右。对，卡五加了。这只有16条，卖多少钱？就16套。卖价好不好？卖价，我要不叫价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咱俩都是。对，好朋友，你现在280一套。太贵了吧？不贵，姐姐一个单面都卖多少钱？一条十这个价钱，在外面市场里面摆摊的话，别人一条的话都卖到1000多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个整手拿16条，还想不想明天的女朋友了？不过现在980了，980，好不好？这个480一条，行的话就去找吧。多少钱？480。你哪里去买？480一套。你这里来。吉利啊，不行不行，16条，不行，姐姐，哎，卖给我了以后，我明天去帮你说媒。哦，我不卖给你，不会说吗？我们那时候是两个好朋友，你说。你卖给我，我会拼命的跟你说。你不卖给我吗？我只会就是嘴巴说说。姐姐不要这样嘞，这样贵比贵比没了。妈，这个卖给我了以后，你的终身大事就交给我了。你要不要爱情？我有爱心啊，我爱心。那就这样来了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不然真的贵。我明天去帮你使劲的说。真的不行，姐姐。我说小黑好，小黑虽然人皮肤黑，但是他心可好了，真的。他一直给我说他喜欢山里面有个女孩子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。然后直到今天，小黑终于大声的告诉我了。快点，480。480不行，480都不要。不要不要不要。那我明天不去说了。啊，我不要这样了，好朋友好朋友嘛。快点卖给我了。卖不了，姐姐。算钱。不要。你这样子太粗鲁了，没有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你。不要说680。480了，680，480可以了，680不看，不要那个价钱、啊，那我不去了啊。卖不了了嘛，实在是。600我可以给你收，但是的话，我明天去收的时候，我不是那么用力。好，看看给给。我就给你480一条。是的，但是你大不喜欢我说什么吗？我会帮你拼命的说的，相信我，知道吗？我相信你是。相信我。我们家这个，他的男朋友也是我帮他找的。哦，那么厉害吗？为什么你自己找不到呢？你那么厉害的吗？我太凶了吧！你说在开玩笑哦？你自己在找我的一个，你害别人认识？你问问他，有点奴婢啊！有6颗蛋面，你看480除以6，一个蛋面的话才80块钱，还有这个纯银的银托呢，对不对？其实它这个蛋面品质质量是非常好的。喜欢宝宝的话，不要忘记了评论区里面告诉给妹子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说话三话吧，说话三话。